小无敌，我喜欢你。 和你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，南星。为什么？我没有现在的身份，我是凭空而来的，我也很可能会凭空消失。但是你不一样，南星，你需要一个明确的未来。但是你和我在一起是不会有未来的。 以前我也认为，我可以很自私的让你承担这一切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我可以对全世界自私，但是唯独对你不行，所以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以后的日子。 你不是有惊恐障碍吗？可是这里是表白圣地啊，所以我想鼓起勇气跟你说，小无敌，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。未来的事情就交给未来的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只想要现在。如果错过了现在。 以后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会后悔的，小无敌，跟我在一起吧。 结束了啊？那我们要不要继续刚才那个？现在继续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好像是啊。在笑什么？ 我还以为你挺坏呢。你说我不会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我和黄公子有什么不会的？这个是，第一天谈恋爱就想跟我吵架。
你。啊，终于下班了。嗯。嗯。哎。偷什么了？惊喜啊！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惊喜吗？哪儿呢？这么心急啊？嗯。出生证明？嗯、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自己批的。你批这个干什么？这是犯法的。我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去办户口，我就可以去办身份证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可以参加高考了呀！你想想，以本公子的聪明才智，这随随便便就能考一个名牌大学啊！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你不是喜欢这家公司吗？啊，我花个三五年，我打入公司内部，这个陆子成和叶青分分钟就被我踢出去，那这个公司整个就是我们的了。你想干嘛干嘛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笑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同意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肯定不会这样啊！凭本公子的才智，我可以去外面找个工作，那些大学教授什么的职位，那也是唾手可得。大不了啊，我就牺牲一下，挺进娱乐圈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为了我们两个未来负责任的。没想到你为我想了这么多，不过这个我还是得删掉，因为这真的犯法。哎，啊，删掉了。我批了一天呢。你不用做这些，放心吧，我养你。59是我的学号，所以我每天都坐在这个位置。就是这个位置。嗯。那你旁边坐着谁？旁边就坐着50号同学啊。以前啊，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是英语课代表，他每天呢就在黑板上面布置英语作业，但是他每次都会在最后面留一个英文字母 U， 我们大家都不懂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毕业那一天，我们才全明白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毕业那天，他跟他喜欢的女生告白，那个女生的名字叫林心悠。他们在一起了？表白完之后就在一起你们俩在干什么？这两天
你就让我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可能想着想着就想通了。那你要是想不通了？但愿能想通。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想通。这是我能主观控制的吗？你就答应我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小蝶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这些并不能弥补你人生的缺憾，但是今天就算你的生日了，我希望未来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可以陪你一起过。今天给你一个特权，你可以吹蜡烛许愿，我把眼睛闭上。好啊，点蜡烛吧。点好了吗？好了。许愿吧。我希望可以永远留在这个世界，一辈子守护丹心。许完了？许完了。吹蜡烛吧。我们一起吹好不好？好。小五蝶，生日快乐。南星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。